来心理疗愈。容易，医生容易。咱三个来听的。上帝，我们真做蒙恩的人，总是蒙恩的人，的确爱有蒙恩的人，应该有的态度，应该有的心怀，应该有的德行。我们在上帝面前站在，搁会当得到上帝的恩典。你看，我来站在上帝面前，对上帝目睭来看，我达定。上帝，我们盼望面对2018年这个新的年，这是一个新的开始。盼望在这个新的开始、稳定的年，上帝啊，我们调整自己，下在你的心里。假使我的存在若甲上帝你的心意相对反。三对立，我们要按怎样得到上帝你的恩典、疼痛、医治、保守啊？上帝啊，亲像拄只信我对所吟的诗，我伫遮，我伫遮表示我还佫存在。这是一个完全新的年，我感谢上帝，予我有机会佫伫遮存在。偌济阮的亲人朋友，伫阮的目睭前，因失落健康，因失落真多，大家人心所爱。上帝啊，求你怜悯，求你医治，求你眷顾，因为这拢是阮的兄弟，拢是阮的姊妹，拢是阮的同工，拢是阮所关心的。愿因伫你的面前，因的心意嘛调整，甲你同款。下伫你的心所爱，然后当然人领受你的恩。上帝啊，我伫你的面前求求你，信心不断，予我有谦逊的心。我真正意爱得到你的怜悯，得到你的恩典，成做蒙恩的人。总是我求求你，大声找见我，应允我的生命的存在，的确是你的计划。若是安尼，我拢有受路用。到底我的生命，计伫我的家庭的用处伫倒位，计伫教会用处伫倒位。我无要成做一个消费者，干那互人服务，干那伫咧掠别人的空棒那边。我伫咧想，到底我有发挥1000、2000、3000、4000、5000生命的受度甲价值无？若无求主啊，怜悯我。新的一年。予阮每一个人，毋是做多甲平平平的平信徒，予阮每一个人拢会当真侪基督的精兵。阮伫你的面前感恩，嘛用感恩来领受新的一年的恩典。靠主耶稣基督名祈祷，阿门。今仔日甲咱三个来分享，耶稣伫山顶发福。第二句话讲，忧闷的人有福气。什么人爱忧闷？人踮伫忧闷的中间，太讲是忧闷的人有福气。这个只我搁进一步用我甲解说讲，会当甲忧闷、忧伤转化变作快乐的人。什么人无忧闷的事？这世间什么人伊的日子真平顺，拢无代志？我甲你讲，千万千万千万，你若疼你的囝，唔通让你的囝、让你的查某囝活伫拢无代志的保温箱的内面，让你的下一代拢活伫保温箱的内面，对伊是有福气啊，无福气？迄绝对是对伊的伤害。人就是要让伊活在一个真实的社会、真实的环境。坐一只船，不是干那个客栈的迄个海岸船，坐船的目的就是讲船会当出海。出海就拄到真侪风浪，出海拄到真侪风浪，你这个船手都要训练到会当在各种的天气、风浪的中间，
也搁会当互即只船真平顺，也搁会当得到伊所得到的修行，伊所修行的完成任务，即只船搁转来。每一个人伫你的人生的中间，绝对有太侪不如意。咱常常咧讲，人生不如意偌济？十之八九。所以若安尼你我，咱今仔日有一挂代志，互咱操烦，互咱不如意，互咱心艰苦。这是正常的代志，你要为着这个正常的代志来感谢上帝，总是袂使干那安尼怎陷落伫一个伫问题中间怎来忧愁过日。各位，伫这个家，人的忧闷，人的流目屎，的流目屎是好啊歹？今仔日我要讲目屎。我才有写几句话讲，油门予人艰苦，油门予人流目屎。真侪人真惊，惊到绝对无要流目屎，有这款的人无？伊的人生，我唔捌流目屎，我绝对无要流目屎予人看到。我甲你讲，拜托啊，你这是无啥健康的心态啊。你若要娶某，你若要嫁翁吼，拜托，你都爱去娶一个会流目屎的，爱嫁一个会流目屎。这款的人的心长较柔嫩，伊才会需要你的陪伴。有血有目屎的人有福气啊！会当伫困境的中间流目屎求救的人有福了。会当体贴遐伫困苦中伫咧流目屎的人有福气啦！会当体贴别人。家己流目屎有福气，会当体贴遐流目屎的人有福气，会当摕家己的目屎经验去帮助别人的人有福气啦。油温唔是完全是一个负面的用词，油温是你我咱的必然的环境，生存的环境，啊，你受客伫遐。无奈是再国是，不然又怎么样？咱的信仰是对这开始讲，好，那是安尼，我要安怎？在这个遮，耶稣在讲，忧闷的人有福气。这个遮绝对是用在一个真正认真、健康、真乐观、真有信心、真有盼望一个名字。尼采这个哲学家。伊有一日，伊捌真骄傲讲一句话：，即世间若有上帝，我无法度通分承受的是，我挡袂牢的是，即世间若有上帝，迄个上帝太毋是我，安尼有骄傲啊无？伊摕到诺贝尔奖，这个人上聪明，骄傲到即世间若有上帝。我受不了讲，闹上帝，迄个上帝，他也不是我。结果到人生的最后，也先把家己崩掉去。太自高，太骄傲，迄个心。因为伫这个家，咱咧讲，有分的人有福气，开始伫咧内心，伫咧看到一个人的心灵的世界。有文的人福气，才有文学的版本。咱斗阵读一个好无？马太第四章、第五章、第四节，咱用迄个第一节是欢喜的来背来。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哀痛的人有福了，有哀痛后壁有安慰。第二句是台语的迄、那个来背来。有文的人福气。因为因要受安慰。第三节是现代译本的，来第来，为罪恶悲伤的人，我哩多么有福啊！上帝要安慰他们，为罪恶悲伤的人，这个家有卡，迄、那个进一步意思，搁甲讲较明出来。来，英语会当读的人，咱咱到底。Rest are those who mourn,
我的话语很否决。这个家庭在讲哀痛，在讲忧闷，在讲为着罪恶来悲伤。这个家进一步是在讲人的悲伤，人的忧闷是我犯罪啦，上帝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我犯罪啦。面对上帝，基督徒搁一个真要紧的面对人。是的，是的，我拄只迄句话，我得罪你啦。是的，我嘴哪会遐尼宽？会去明察到家己一个动作得罪别人啦，会去明察家己一句话，互人解苦心啦。我想即款的人不阿歹，即款的人也够另外一种的人。啊，我迄句话有甲你伤到哦，啊，我太唔知。啊，我迄样代志，互你规世人都爬袂起来。有一种的人伤人足厉害，家己拢唔知，你知无？有这款的人无？啊，两种的人，倒一种的人好？发觉家己共伤到，共背失礼，还是共伤到，大家人倒了了，伊还阁无啊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倒一种的人好？第一种的人，今日今日，耶稣来讲的就是这种的人。迄个会当为着家己的软弱。为着家己的一挂动作，因为咱今仔日像诗班所言的，我咱的性命的受造就是有功用、有路用。咱的性命就是我予我的存在，成做别人的祝福。我无成做别人的祝福，都已经清惨了啊！佮为着我的一句话，为着我的一件代志去伤害着人，上帝啊，求求你怜悯我，我才安尼。即款的人的进步啊，袂？这款的人的熟练的性命进步啊，袂会进步，因为常常有伫咧审查我家己，伊是一个谦卑的，伊是一个自省能力真快的人。耶稣讲，这款的人好去啊，恁的忧伤，上帝甲恁安慰；恁的艰苦心，圣神会互你得到享福。那安尼圣贤的催逼你，要怎样做去？趁这个时间，甲对方握一个手咧，过一个唔是，这样代志就过去了。人伫过世的中间，无啥物通恐慌，上惊是人犯错误，过世，搁死啊，安怎？会催逼，啊，搁直直解释，直直解释，啊，哪解释哪糟糕，所以。就是别人误会你啦，你并无迄个意思，你嘛先改回心嘞。我做新学生的时，伫盐埕教会做了新学生，哦，我伫盐埕教会，我阁得到平良敏教授妈妈的一个红包，阁袂歹。你知平良敏这么伟大啦？我伫迄个。迄个时，我二十痛悔啊！伫高雄的盐埕教会，因长老的会议就亲像咱即摆七楼安尼。后来我看到伫我新学生邀请伫迄个长老小会开会，后来看到我头前一个长老甲对面一个长老咧冤家，啊，两个冤啊那么吵来了后，开会煞无事祈祷了，我看到主席个校长。伫迄边遐，行来我头前即个车，甲即个张老握手袂失嘞。代志过了后，我问伊，永春张老，伫恁两个观点的中间，我看应该是你才对啊。太你对的人走来加，我认为经过迄个对话遐尼长，态度方面你拢对啊，你拢脾气真好啊，太你走来加伊袂失嘞。伊甲我讲，王先生，我唔是为着迄项代志甲伊回事的，迄项代志当然我坚持啊。我是甲伊讲，拄只迄个过程，互你心艰苦，我甲你回事的。哎，我甲你讲，我的人生有
伫我目睭前有真多无好诶物、无好诶人、无好诶事件，但是真正影响我诶，是我一世人我无论到伫倒位，我直直伫咧捡，捡遐真少数、真少数比我较好诶人，我直直甲因捡，直直甲因学，所以我诶腹肠全直直开去。啊，若无我是乌型诶人，我是真。我是血气方刚的啦，我咧真冲的啦。哎，恁看到我，恁看袂到我偶像真明显的个性。我这已经男足济不共款的型。我直直咧唔忙，所以立威伫这只一项事，当耶稣咧讲这句话时，有份的人有福气，为着家己的罪恶的。悲伤的人有福气，这个车已经在咧讲一项。恁遮个若有忧闷的人，心内艰苦的人，敢若知影恁会为着一挂代志来艰苦心。第一项看到这个情景，就爱看到这个人讲，他是一个有福气的人。伊开始伫咧感受家己的无好，啊是伊开始知影伊的处境的艰难，惊呀！伊开始哭出来，伊开始咧寻求，伊伫咧期待有啥物帮忙，所以伊绝对毋是一个心硬的人。忧郁的人为着家己，为着啥物物件，伫咧真正挡袂牢流目屎。你若看到圣经内面有真侪人的生命受改变，拢是伫目屎来开始。所以这个人有福气，后壁咧讲安慰。所以若是安尼，我要同你讲兄弟啊，伫耶稣的信息的内面，耶稣提供咱这样事，基督徒会当哭啊，袂当哭。而且基督徒爱鼓励你，佮爱创造一个环境。予你真有安全感来靠。这世间所有的学术，拢是对信仰来；这世间所有的大学出名的名校，拢是对神学院来开始。先有神学院，才有其他的普通的科学。这个就显然怎应用到伫社工，到伫心理学。到底家庭伦理，到底婚姻，到底什么啥？对家来开始流泪是健康的。当然的，其他讲，大部分人会当流目屎袂？大部分人，当远的看法是，大部分人哭什么？最近大部分囡仔哭什么？目屎出起，这是当远。你注意啊，所以。拍破所有，耶稣将来是当君啊！伊拍破一项，人会当哭，人会当流目屎，佮来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，互你会当好好啊哭。当一个人经过一个忧闷、忧伤、灾难了后，伊大声哭，我甲你讲，迄个是医治的开始。久长哭袂出来的人，后壁爱食药爱出代志。这个才来讲，在咱的教会，咱有养分人流屎啊！我真感谢上帝。其实，咱教会最公共的一楼、六楼一挂所在，有一挂角落，咱的卫生纸用了有较香一挂。常常你会当看到有人单高兴就坐在边仔来讲话，流屎、七七的祈祷，这是水的事。咱来创造一个环境，有安全，予人会当安然流屎。我嘛毋忘基督徒啊，你会当诚做你的朋友的中间，做一人爱来甲你吐露心声，然后伫你的面前流屎，然后你得为心怎办？我头摆伫咧教学生的时候，我甲对因叫因转去甲因的爸母讲话，真侪学生。甲因个爸母讲话，我一寡地方话，等下甲爸母讲话，讲讲了后，老母目屎全从流出来，老爸目屎全从流出来，因转来感觉咧分享讲，第一摆看到妈妈咧流目屎，第一摆看到爸爸咧流目屎，伊煞家己感觉家己真有罪恶感，
所以说什么话题跟跳开，我说阿娘、啊、喂，那个好的时光才开始，你怎么就跳掉了？好不容易你的师大人站在你的面前，好出来就是好不容易你在家庭的中间，囝你已经大汉，大汉到竟然会当去望到你的老爸，望到你的老母，久长无人望到迄个乌暗的所在。囝大汉了，孩子懂了，我的孩子竟然懂我了，所以就讲出来。我甲遐先讲，你即句你上要紧的，不是把话题刷开，紧的甲卫生纸安怎摕给伊。啊，一张无够，两张无够，三张无够，安尼无要紧。流哪多目屎的时，恁的感情就哪深的。因为耶稣讲，忧郁的人，因为因要得到什么啊？安慰。因为咱即个各团结的会长要上场，而且我有三个。信息对这句话，至少我有三个信息要传达到遮个人。第一，为着家己的罪，为着家己的软弱软弱，为着家己的不足，家己感觉，家己有迄个自觉 ，self-awareness， 家己有即款的自觉，发觉家己的罪、家己的软弱、家己的不足，为着安尼来忧闷的人有福气。因为我要讲遮个各团结领导者，你才有即款的自觉性。心也真敏锐，迄、那个敏锐毋是去查到别人的软弱，查到别人，是咧查到家己对家己来开始。信用第一要讲话对象是家己，所以领袖啊，大声知家己的软弱不足，所以你知了，你会去请求你的辅导，请求长老执事的帮忙，请求边仔的同工，所以你毋是一个真霸道的人。领袖啊，大声拒绝家己的骄傲甲主观，最领导者上要不得的是真主观，家己拢有一套家己真强的看法。我想无必然，因为这个领导到位，一个真要紧是团队，所以学会晓甲人协调，学会晓甲一群无同款的人三甲相处，搁得到因的信任，啊，大家人讨论三个人的意见。讨论了后，绝对比一个人的意见更加圆满。你要相信无？所以长老教会出来的会友，绝对心胸较宽、较有耐性、较无独裁。这是长老教会的特质。提起你的自尊，提起你的主观、主见，然后活在一个团队的内面。我有不足，恳求主怜悯；我不足，恳求主怜悯。并且加添我智慧甲学习的心，所以这个人，伊迄个上进又迄个进步的空间真大。八号的第一号是啥物？虚心的人有人来电了，讲嘛？啊？谦卑吗？心内爽用的人，心内爽用的人，我见就是来讲，啊，这个，所以耶稣是对这一步一步直直入去。心内爽用的人就是谦卑的人，无唔对。啊，这个要安怎样给咱？那伫这个家，咱搁知影，我这么软弱、软弱不足，上帝也搁这么疼我，所以人安尼。我是一个无恩的人，我都要按怎去宽谅别人的软弱软弱，因为上帝疼我，天父疼我，我知道。第二，忧伤变祝福。第二个，为着救赎别人，为着他人的救赎，为着他人信仰的进步，为着别人灵魂的得救，为着要让这个人会当。在各方面有改变，然后你要按怎样让伊改变，还是为着伊的现状、你的心艰苦的人有福气？这是为着别人，拄则是为着家己，即马是为着别人。因为做一个团结领导者，你定定为着别人的软弱来祈祷，所以这是替软弱的人祈祷的第一步。
我唔知道你做基督徒到即久这么侪年，你有伫咧替你身边的人的一寡软弱软弱来忧伤来祈祷啊无？还是你目睭闭开拢？你看迄个牧师啦，你看迄个长老啦，你看耶稣教会有啥物人无我见？我甲你讲，这个社会充满即款的人。安结着，然后对别人直直咧讲，你看阮安，讲缘投不比别人较缘投，赚钱无赚比人较多，讲温柔也不比人较好，哦，弄到尾哦，全世界哦，做着你个安的上衰，以前咧交配时，还佫非你莫嫁，抓着了哇，死啊！因为伫咱的亲人、朋友的中间。所以你唔通成做遐破地的人，对别人讲伫咧斗恁老爸、斗恁老母、斗这个家庭外卖外卖，我讲你若安尼斗，上歹就是你。咱要安怎样？咱要安怎伫不如意的环境的中间，你家己徛在第一步，你家己徛在。然后爱用生活面对这金的事，上面你甲我徛伫遮，绝对有你的意志伫遮。要安怎样，让我会当伫这个不如意的环境的中间，让人因为我变着福气，这个家庭、这个婚姻、这个家庭会当因为我徛在，因为我的信仰，因为我的宽容，因为我不断的陪伴，因为我永不放弃的爱，因会当家在有这个老爸，家在有这个老母，怎么安尼直直行过？所以我的存在绝对有意思。你要相信你的存在有价值、有意思。然后你的日子，伫新的年，你才会当活得真盼望、真好。耶稣，我是为着救赎别人，我只个只提着。阿伯拉罕安怎为着苏东阿城，上帝要灭啊这个城罪恶？阿伯拉罕讲，上帝啊，你的城内遐尼大，有五十个巨人。你敢要甲灭？上帝讲，人五十个我唔灭。阿伯拉算算，有影哩五十个，我当了先袂挂靠。啊无，四十五个，好唔好？四十五个上帝啊，四十五个，有四十五个巨人。上帝讲，有四十五个我嘛袂甲灭。嘛无，四十个好唔好？四十个好，上帝讲好。算算阁无，三十五个好唔好？三十个好唔好？二十五个好唔好？阿伯拉罕。会因为这个啥？基督徒的信仰绝对不是干呐为着你家己活。我到即久食到六十岁，为着我国中三年，予我的导师伫迄个叫做啥物啊？周记，遐给我默传一句话。独善其身，我到即久心内空。我的导师也是独善其身，但是其实伊无了解我，因为我无时间通去参加安详的这个活动。因为我伫教会，我伫团契，我伫组织，我伫外口，我伫少年的时候，我都参与真侪物件。所以伫安详的这较无热心的，我都较无参加。我导师阿爸独善其身，才我到即句，啊，即句我正做我的家己的激励，做上帝的囝，做一个牧师，我敢顾我家己的命吗？一个人的忧闷，不是敢为着家己活，还为着别人活，为着身边这个人的辛苦，那个人的辛苦，为着这个人的。为着迄个家庭，要安怎？大家人拢会当平平来到伫上帝的面前，大家人来吟诗贺乐。为着安尼，你有一个退隐之道。爸啊，赦免因，因为因所做因知。耶稣毋是为着家己，耶稣为着别人。你有法度培养家己，成做一个心胸宽阔、敖赦免人的人，无甲人计较。保罗伫遮讲，为着我的兄弟，为着我的姊妹，为着我的骨肉之亲，
就是我家己受咒诅甲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哎呀，无咯，一个宣教师的师祖，伊竟然伫咧传福音的人，上帝啊，那是为着这个人来当得救，我家己沉沦落地狱，我也甘愿。哎呀，这款的心情，耶稣这句话讲，忧郁的人。意思是说，会当为着别人，会当为着别人生命的成长、生命的重建，为着别人的好处，然后你真正会当为着替伊祈祷以外，你阁会当做一挂什么代志？即款的人是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拢伫咧传福音的人。要成做一个团结的领导者。我要跟你讲，你要关心上帝的世界，你要关心上帝受造物。做一个活在上帝国的人，你不是干那活在你家己的家庭、你家己的事业。做一个上帝的百姓、甲领导者的人，你慢慢迄个心胸宽起来。所以，若英国教会若有人伫咧指责奥姆斯讲，奥姆斯拢伫咧做外口的代志，我要反问倒转来讲。某兄弟、某兄弟、某姊妹，你到这句做上帝的囝、做基督徒，你有咧关心社会啊无？咱的存在是为着拯救上帝的受造，为着拯救上帝国度的显现。爱行出去，人才会知恁这基督徒太水，才会知影行出伫参悟伫这个迷信、这个群体中间。然后，因才知恁基督徒在想啥，有信仰的人在想啥，因会甲你尊敬。因为咱今仔日个当伫台湾教会，伫台湾的正个福音，昨我从孙娘去到大社，大社是着台湾的中部第一间的教会。然后伫遐一个众信，送人去到遐埋葬伫大社教会宽大的墓。那是百多年来，将近百四年，一个墓园伫遐。大社教会百几年，就墓园，台湾中部第一个基督徒的墓园。我甲因讲，伫遮有偌济信仰的前辈。那福音来到伫遮，唔通袂记得是用对苏格兰、对英国遐有人千里迢迢来到遮，对加拿大有千里迢迢来到遮。然后伫这个家将听、将上帝、将福音、将救恩传给我们。这个的想的拢是上帝国、上帝子民、上帝百姓。伫古摩萨迄个地有人唔捌上帝名，所以因前一天呢，我来到伫遮，咱都爱吗？因为到为咱呢，咱到今日你也是了，咱也不坐伫遮吗？咱的目睭已经看出咧到社区啊，袂？咱的社区，咱的目睭看出咧到搁较快的需要的人吗？还是咱家人也搁伫咧做幸福教会家己回友尔？太自私啊嘛！所以兄弟姊妹，请你爱爬起来，唔通因为你的年纪大，你唔通给人服务，你爱爬起来出来服务人，因为爱每一个人出来服务人，这个才会当看见。你是已经成长了。上帝国、上帝百姓是干那伫教会内，上帝国、上帝百姓是伫全世界，遮个人拢是上帝手中的。所以咱就白白得着，白白好啦。忧伤可能是一个癌症 ，grief could be a cancer。人伫幽闷的内面，久了后，伊就破病啦。所以，唔通让幽闷甲你拍倒落去。但是，耶稣给人的，是带人入去幽闷了后，这个幽闷是咧转化你的生命，这个幽闷是咧关心别人的信仰、别人的生命。你伫关心的过程的中间，你付出行动，然后你就看到你的关心的人直直活起来，直直爬起来，直直爬起来。你原来的忧伤、艰苦、流目屎，
祈祷，后来变作你的行动了后，你看到遮的人开始改变，你家己嘛伫咧成长，你的忧闷就变作欢喜。你讲阿妹无？阿妈。所以所有的行动激烈的运动，是对你有关心、你有艰苦心来开始。你真正疼你的囝吗？你若真正疼伊，毋是干呐骂伊、讲伊骂，即批毋是。你开始做祈祷，是对祈祷来开始，毋甘祈祷来开始，然后毋是干呐祈祷。祈祷了后，你爱做一寡啥物代志？伫基督的信仰内面，你的忧闷、你的祈祷后壁就是行动。行动了，看见新的生命的改造了，迄、那个就变做。你会欢喜，所以忧闷有可能把一个人投入一个忧伤的灵，互晕互打，互人全切落去。但是咱的信仰跟你讲，你的人生有忧闷，对，但是靠主来坚强，靠主徛在，信心、希望、疼痛。通过这个过程了后，行完这个程序了，你会当看见，你是变作伫忧闷的中间，哪来哪有 courage， 哪来哪有勇气？因为你的信心要互你勇气，向前加行，进一步做 do something good， 然后你直直做良善的代志，直直行去。所以一个人是达这个生活，必然是甲艰难直直一个拍喷修炼。哪个的人生修炼的人生，你我咱的人生嘛，都啊拢伫拍分的中间伫咧修炼，赢了赢过，赢了赢过，所以基督徒得胜到寸。那常常伫这个忧闷的中间，咱都爱带着喜乐。讲喜乐的心是什么？就是良药。喜乐的心就是你上好的良药。你的人生有真侪艰难，但是你着。Keep smiling， 保持笑容。笑容是啥？十点十分还是十点零五分？十点十分。十点十，啊，到五点七点零五分，七点零五分。所以，我想这拢是一种的态度。你常常存在伫什么款的状态，你对你家己都拢看会出来，唔免上帝甲你看。你家己就会得到。咱赢过了后，赢过了，咱会当成做一个安慰、陪伴别人的比赛。伊要来十二章，十一章、十二章，咱到边用花去来读一个对了。来，凡管教时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。后来就有那经验过的人，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所以。你们要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。你就感觉自然的代志。我还真正，我直直直咧受我的囝教育。我查某囝伫四岁呀，看到两只天竺鼠死去，然后落落去伫迄个西谷啊，家己跳落去，啊死伫遐。抓着我家己艰苦心，伊抓是我害伊跋落去伫遐，抓着了后，我失礼失礼失礼，爸爸害伊两只跋落去死伫遐，伊艰苦，但是讲一句名言，我到即位已经二十五六岁了，我真多谢你教我一个老人家的朴素一句话，伊讲。Death is nature. Papa, death is nature. 死是自然的代志。那是死是自然，人活的有艰苦心的代志，是自然还是不自然？自然的代志。人偌济人伫艰苦心的中间就会失志去啦，落去啦。行不出来了，基督徒是伫失志的中间，勇于承受，勇于面对，
所以耶稣这句话是咧鼓励所有的人，基督徒在上帝面前，加在你有上帝，加在你有上帝，你都要相信你有上帝。有上帝的人的态度拢无共款。即耶稣伫咧讲一句话，耶稣讲伫路加十章二十节、二十一节，耶稣讲。信仰的人福气啊，因是上帝国的子民；骄傲的人福气啊，因要得到巴掌；哀哭的人有福气啊，因要变作欢喜。即信仰太变作有福，啊骄傲有福，哀哭有福。即个叫耶稣讲，因为上帝转化，上帝转化。所以在你的转化的过程，你就要有信心、坚定、徛在。我常常一句话讲：流着眼泪，安那带着微笑，流着眼泪，带着微笑，在哪里？唱歌平台唱着歌，啊，无咧唱歌，吹着口哨，继续向前走。我想这是我人生真深、真深的体会。啊，只要是这款的人，佫继续徛在是甲上帝这个连线徛好，你后来你的目屎变成欢喜笑，你的腰骨看作巴掌，上帝底下要转换，这个信仰予咱压西港，骄傲的全扯倒，卑微的歌声，自尊的独裁的倒落去，有痛心的。换轻服务的背起来，我想咱就是伫啊咧直直直咧翻转，上帝去帮忙咱翻转。即个就是咱的信仰。罗马第五章三十到五十，咱斗阵读一下，好不好？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考验，考验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。因为所试炼我们的圣灵，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我想，伫这个教练当中，伫圣经里面，这个太侪一款嘞，一款翻转的基础，上帝应允伫遐，所以忧闷艰难是祝福的外衫。诗篇诗人代表我安尼讲：我有受苦是最我的利益。我受苦要做我的利益，要真正有影。偌济人今仔日也阁会当甲上帝拿亲面，加在又受苦了，就是万了这个国家，若无有遐个灾难，早就拢离开上帝，唔捌上帝。是我伫常常吟的一首歌，无十字架，只有一条 ，No cross, no crown。啊，这个是基督徒，咱加在咱相信，相信只要有一个上帝关心你，伊听你。所以，若安尼来讲，咱要面对所有艰难，面对咱身边有真侪麻烦的人，请你先替伊祈祷，请你为着伊的得救，祈祷了后，做一寡什么代志，带你的团队。包容，带你的团结关心，带你的团结去探访，然后会感受，有恁实在是太水了。团结因为你得到福气，咱当心来祈祷。我感谢上帝听我，在耶稣基督内面将这么水的信息传给我。耶稣，我的朋友；耶稣，我的救主；耶稣将我带到在上帝面前做伊的子子。耶稣将上帝国宝贵信息传给我们，感谢福音，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的源头，靠主耶稣基督名，感谢阿门。